县教育局办公室的主任。这次随着这个广汇希望小学到香港这个参加的观赛的贺岁杯比赛，首先呢得感谢这个张光勇先生与先科公司提供的这次机会。我是东会山党支部书记贾永春，这次呢是领队带领孩子们来看看贺岁杯。我叫翟泰宇，来自东会山广汇希望小学，今年13岁。我叫杨梦天，今年11岁，6年级的学生，我叫李佳琪。学6年级的学生，我叫李佳欣。4年级学生，我叫贾一静，今年11岁。希望小学来的学生，我的名字叫贾如熙。5年级的学生，我叫张春卓。6年级的学生，我叫李新月。5年级的学生，我叫王卓。5年级的学生，我叫贾尚豪。4年级的学生，我叫贾范。我叫张子慧。你们来自哪个学校的？心情过来开不开心？开心。喂，来自西宁的杨宝，刚买的雪糕。哎，帮忙这个新来。大球墙，这个主席。How are you, Mr. Wang? Yes. This is my daughter. Children from the school. From inside China. How many children? 你们过去吧，好吗？好，谢谢大朋友。在同学这个互相选举，根据这个优秀生的推选，老师推选出优秀生，学生再进一步的选举，然后选举出来我们学校，在德智体美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学生。因为张先生一直很关注我们学生的，在这个做人这方面啊，他们就没有个机会给了你了。你是给跟同学的关系很好的，是吗？多少年级？10年级。多大？12岁。12岁。你呢？我13岁。这怎么选出来？学习同学，我学校的同学跟我关系比较好。哦，是吗？你们大的可以做公关。你呢？我今年14岁。14啊，那你最大了。对，我是在工作上。是吗？哦。那一共多少人选出来？200人选出来。200人选出来。张先生了不得，我是想问，这是哪一年入学的？咱们的学校是2008年开始。那应该是是多少年级啊？是哪一年级？6年级。6年级。等于说他那时候一代。在，他们都在，当时啊，因为啊，他们都是比较高年级。是你的受惠者啊。那以前你们见过我吗？对不对？去过了啊，你见过啊？哦，见过。这些学生都好多次见过张先生，因为他亲自在我们学校去过多次，所以他们对张先生应该是有很深的印象啊，也觉得很亲切，是不是啊？见到张伯伯高兴不高兴啊？高兴。我要4号人吧，3号人。人进去了。
下嚟，好唔好啊？好。我自己平时都会同啲朋友一齐踢波。有冇同爹哋去一齐踢？诶，有啊，都有啊，爹哋都好中意佢咯。系啊，好中意啊。系。吓，咁你今次系嚟过大球场未噶？未嘅，今次系第一次嚟。哦，咁你感觉点啊？好兴奋啊！我覺得今次祝福香港咧，阿貝山佢哋派咗啲飛俾啲弱勢社群啊，啲細路家庭，覺得有意義好唔好啊？啊，相當有意義嘅。今次祝福香港嘅活動咧，我覺得好好嘅，因為其實冇咁多人有經濟啊，或者住好遠咁樣嚟飛彈嘅。但係咧，如果而家咁樣，好似而家咁樣有飛牌啊，咁我哋可以咯。係，叫小姐，咁我知今日咧個賀歲會咧，有一大班小朋友咧。其實祝福香港咧，就係扶貧委員會社會參與小組下下嘅工作嚟嘅。咁我哋希望咧，呢一個文化呢個風氣咧，能夠咧持續嘅。咁同埋咧，我哋希望全香港咧每一個角落咧都可以有人受惠到嘅。咁所以咧就我哋希望咧透過呢一次咧就翻到全香港做呢個能夠幫人咧嚟福氣嗰個心啦。咁今次我哋就好開心咧，就係公民體育會咧首先響應咧，就俾咗12000张飛嘅。咁我哋負責派8000张，就係俾低收入家庭啊、弱勢社群啊。咁今次你頭先都見到個個戴曬啲帽咧，真係好開心嘅，因為發覺咧，我哋過年嘅一啲好開心嘅活動，佢哋如果你陣間去訪問下啲小朋友咧，佢都係第一次嚟香港。第一次嚟大球場，第一次睇足球比賽，咁佢哋係好興奮嘅。好高興邀請到張廣勇博士去接受我哋公益電視台的訪問。張博士你好，多謝你。嗯，其實張博士你作為一個公民球會主席同埋一個亞洲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咧，你今次成功申辦到2014年嘅賀歲杯，你有啲乜嘢目的呢？其實要我哋希望咧將一個賽事嘅成功嘅舉辦咧，能帶到俾香港嗰啲球迷觀眾咧。能夠有一個好祥和的氣氛，所以咧我哋就不惜成本同外國咧請咗4支隊過嚟，就係有史以來咁多個隊過嚟嘅，所以咧營造咗一個國際友誼，同埋喺啱啱喺今年新春期間嘅一個球賽咧，就係一個大家樂融融嘅一個氣氛。咁我知道咧，張博士你咧招待咗一間嚟自河北省嘅希望小學喎，同請佢哋20多位師生咧嚟香港睇呢個賀歲杯啦。其實點解會當中有呢一個計劃，同埋呢個 idea 係點樣諗出嚟嘅咧？這個 idea 其實唔係話一個 idea 嚟嘅，因為係2008年嘅時候咧，我就幫咗一間河北嘅一個鄉村嘅學校，將佢重建咗佢。咁令到呢間學校有200個師生咧，就唔使因為倒閉而就冇得學校翻學啦。咁2008年過嚟一路咧，我都有係好關注我間學校嘅個希望啊，各方面嘅獎學金啊，各方面嘅。咁我即係我見到有一個咁好嘅球賽，我係主辦方之一嘅話咧，我希望啲細路哥咧，從來都未嚟過嘅，咁佢哋咧就請咗12個學生同埋校長，同埋校長一齊咧就係坐飛機過嚟，所以咧就係佢哋好開心，因為佢哋琴日講話，佢哋嚟咗之後咧，佢話第一次坐飛機，咁嘅嘢，第一次入住大酒店，我哋俾佢5星級嘅酒店去住，所以佢哋成班學生咧就係話，好似即係入咗嚟大官員，入咗大城市，佢從來未去過你個農村出邊嘅個地方，所以佢好開心，好興奮。咁其實我知道張博士你咧，除咗好推廣呢一個足球運動之外咧，亦都好注重呢個扶貧助學嘅方面啦。其實嚟緊今年係馬年喎，張博士你有冇啲咩計劃會嚟緊會做咧？都會有㗎，我哋就會一路都係睇下政府有冇其他啲扶貧計劃啊。頭先有幾文鋒女士同我提起話，可能6、7月份有一個咧就係流浪者嘅足球，同埋咧就同明星隊可能做個比賽啊。佢已經同我提咗呢件事啊，所以我哋話應該嚟講係
如果個氣氛一路係搞落去好嘅話，我哋非常願意。係，明白，好多謝曬張博士嘅訪問，多謝曬，唔該曬。我哋要邀請今日呢個場嘅冠軍潘柏良。